大家好，我是民建联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郭佩凡。我们长期都关注骨质疏松的问题。事实上骨质疏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除了会导致严重骨折，令到患者的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之外，其实也都会增加医疗负担。所以社会和政府都应该加强关注。我们今年四月开始和合办机构银骑士在地区里面为50岁以上的妇女进行免费超声波骨质密度检查。现在已经在港九新界进行了14场检查，超过400名妇女受惠。我们建议政府免费为50岁以上的女性和65岁以上的男性提供免费骨质密度筛查服务，以便及早发现和预防。同埋我们都建议政府提高这个宣传和教育的工作，令到大家对这个骨质疏松症加深认识。大家好，银骑士的成立都是因为一件事件，就是我妈咪有骨质疏松，跟着跌亲就骨折。咁整个的经验呢，就令到我哋人騎士咧開始咧做一啲地區嘅健康講座啊，或者一啲健康嘅檢查開始嘅。咁我覺得依啲都係喚醒市民對於骨質疏鬆嘅認知，非常之好好嘅一個第一個 step 嚟嘅。今次同民建聯嘅婦女事務委員會合作咧，落到港九新界唔同嘅社區咧，再度同好多市民咧用依個超聲波咧，同我哋做一啲骨質密度嘅檢查。我哋主要目的都係喚醒好多市民咧對於骨質疏鬆嘅認知啦。就下一次同醫生覆診嘅時候咧，可以同醫生探討多啲，做一個準確嘅骨質密度嘅檢查。咁喺度再多謝各位大力嘅支持。